亲爱的台湾人，大家好。都在今天要跟你说一件事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，台湾人非常怕死。对对对对，大家都怕死，但是台湾人更怕，怕怕怕怕怕。怕Play some game。 但是死掉有怎么不好吗？我觉得还好，死掉还是会有一些好处。哦，一封红包，哦，恭喜恭喜。我不敢吗？哼！我问题，你怕什么？就留言。下个礼拜见。阿哥哥，阿哥哥，阿哥哥。我怕什么？天不怕，地不怕。我很勇敢，Putain。